还记得之前新北市中和区的庙会不是有七爷出巡就遭到了鞭炮烟火爆头吗？但没有想到呢，其实还有另外一名男性，情况大概是更令人觉得有股淡淡的忧伤。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名游姓男子，他被榴弹炸到的是淡淡。这是5月18号的庙会活动，这烟火不止让七爷爆头，还波及游行一家大大小小都受伤。那绕境的时候，大家就是小孩子都喜欢看，就是去看一下，都是正常往天空上燃放啦。然后后来就是原地就大爆炸，大爆炸那个威力很恐怖啊，也很多人尖叫，很多人都到处乱跑乱撞。回忆起那天，尤太太告诉我们，他们一家人去吃晚餐，准备要回家，看见公庙在举办庆典，他们也停下脚步围观。突然，一个高空烟火飞也似的速度往人群飙窜。尤爸爸本能的先护着两个孩子，因为这样他的伤势最严重，右边睾丸被炸烂，两只小腿也严重受伤，血流不止。自己也不知道他受伤了，后来看到双脚流血的时候，才整个人坐下都站不起来。然后下体也是被撞到，牛仔裤也破，内裤也破。越讲越心疼，不止老公，大儿子的脚踝，小儿子的脚跟脸也都被灼伤。他们气得向庙方求偿80万。那不是我们放的啊，谁放的？也不知道啊，你监视器也查不到啊。要求80万呢，可以接受吗？不可能接受了，不能接受啊。为什么不能接受？因为伤得那么严重，先生伤得那么严重啊。那后面的陆续他工作的方面都要抱重物，他是做印刷的啊，那双脚都要支撑，那一些东西都会有后遗症的啊。庙方认为因为烟火并不是他们放的，基于道义责任只愿意支付赔偿金16万，但尤太太质疑公庙办活动就要有义务负责最基本的安全把关，不然类似的惨剧恐怕还会再发生。记者殷彤、陈乐祥特别报道。高空烟火炸爆七爷头，榴弹炸掉路人蛋蛋，被炸伤的游戏伤者整个下体就像连着脆弹壳的破蛋被炸裂开来，腿部也被炸出一个大洞，整个伤势相当惊悚。上个月新北市中和东德宫一颗高空烟火打中七爷的头，直接爆头，伤者就是被同样爆炸威力的烟火直接炸伤下体。他上个月带着孩子到东德宫观看庙会，由于他的下体伤势过于严重，他送医后受伤的睾丸必须切除，两名儿子也被波及，脸部及腿部都受到灼伤。伤者事后提出80万元赔偿金，但是庙方不愿赔如此高的金额。他怎么说？他说他找人来赔偿。道义上啊，他是阮帮的啊，他讲可以来慰问他那尔。庙方最多只愿赔偿16万元的医药费，还要求不准对外声张。伤者不满，已对庙方提出重伤害告诉。动新闻新北市报道。